中的冰块。真的可以耶，这个要融多久啦，林老师。另外一边也给它加热一下。要融多久？快点，加油 ！OK， 土豪型打法，把冰块供奉在我面前。哇、哦，这里好热啊！冰块要融掉了，冰块融掉了，应该是要先把火熄掉吧？脚踩到了。我用冰雪剑，它会不会比较不会融化？好像有效哦。我拿着冰雪剑，它就不会融了。啊、我被当了火焰剑，哈哈哈哈！游戏怎么这么难啊？背着火焰剑就不能拿冰块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游戏怎么这么难啊？林克，怎么会这样？林克，你的冰块呢？林克，怎么会掉下去啊？林克，你不能跨大步一点吗？陷阱题，以为他是刚刚好，其实他不是。丢。No！ 我的冰块，我的冰块，这是废铁，干！哎，我的冰块，我的冰块不给我了，他没有给我新的冰块，表示我旧的冰块还没坏，还有机会，大家我们不要放弃，不可以放弃治疗哦，再去掉血。你看冰块还在，它是一个坚强的冰块，冰块真是太棒了，冰块，赞赞，怎么行啊？就会被喷掉哎、欸，我被喷掉啊！冰块都比我坚强，我过不去吗？我都过得去吗？嘿呀，过不去了！看这个宝箱里面最好就不要是垃圾，哎、欸，这里有梯子啊，操！这里有梯子啊。在干嘛？可以啦，一定过，简单，冰雪剑，这又是怎么样？你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盖上面？我过来了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就这样。没有玩桌剑了，去吧！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，为什么要掉下去了？我还特别往右边打，为什么他会掉下去？啊！为什么他会掉下去？穿防火装就不会被喷了吗？真的假的？防火装就不会被喷了、哦？哎，真的不会！老大，这药有效哎！轻轻的摸他两下就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用最温柔的武器，去吧！过了啦，好冰块！来不，拿过来了，开门哦。